康老师，好久不见。魏竹，有事？我今天到这里来旁听，可以吗？旁听？哼，咱们书画系文学底子，媲美古人。你要点底子才能过来旁听啊！一年多不见，切磋切磋。好。这个字怎么解释？不送。我们要有孔孟好学的精神。请上座。各位同学，收拾收拾，整理整理，我们待会去上课了啊。同学，能换个位置坐吗？你也不是一定要坐这儿吧，那儿也空着呢。就是啊，这位同学，今天坐人了没看见吗？你去那边坐吧。嗯，我乐意。三人行，必有一灯泡。大哥，你天天跟着我，你是不是跟屁虫啊？陈明和杨凝雪正在来这里的路上。哎，同学，上课了啊！我们今天这节课呢，就是赏图，要赏哪一幅图画呢？庐山高图，每幅画都有不同的气势。登高山，望远海，俯长剑，一扬眉，每幅画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。那各位同学有什么心得，可以把它说出来。哎，没想法，没睡醒，没感觉，没灵感，没问你，没天赋。飘飘，我老师那个，这个画，此图乃明代画家沈周庆祝恩师陈坤七十大寿所作，画家采用全景式构图，近、中、远景，自下而上，一气呵成，一笔一画。组成浓淡远近层次，细节之处凸显画家的一丝不苟。不过刻意模仿元人的画风，不免显得有些做作。上香公子一卧龙。好了，我们继续上课吧。事后躲不过，不排除他们对你的嫌疑，你永无宁日。都怪你。下课之后，教学楼大概有两三百人的流动。垃圾水带来吗？